九福摸兄弟记住卷数落得中兵死难全与着一发孝顺慈悲之心全并念佛求生西方并为主念。假如有的心中他的父母啊兄弟姐妹啊和其他眷属啊如果是得了重病了，得了这个病啊看上去啊就是很难痊愈，不可能治好了，就是准备要死了，那么作为正信的佛教徒来讲应该怎么办呢？一发孝顺慈悲之心，我们帮他念佛，帮他助念，这就叫孝顺，这就叫慈悲。我们能孝从哪里开始？就从自己的父母开始。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批评着由此四以己身净土，其为利益，何能命也？那个意思是，假如我们给这个病者助念啊，这个病人呀、啊，就从这个世界上死了，而往生到西方净土，他得到的这个利益啊。不是用我们的语言所能描述全的，那何能名言就是我们说不全的，其功德无量无边嘛，无量无边就是说也不全，道也不尽，尽了三要，以为成就临终人往生之具，是吧？印光法师在这里，列举了三大重要，这三大重要是三点非常主要的要点，以为什么呢？把它作为成就临终之人的往生之具。假如我们大家都掌握了的话，如果你用来帮助别人往生，也极容易成就；如果你用来自己成就，也非常容易成功，啊，也非常容易满愿，就是这个含义。于分别离，一本佛经与此音乐悉具性也。印光法师非常谦虚，他说：“我这个语言非常粗陋，虽然非常粗陋，虽然非常这个土。”离呀，就是本土的意思嘛。一本佛经，这个原意啊，来自于佛经，就是佛的含义啊。与此因缘，悉具性也。具三要者，具三要者是说具了三大重要，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临命的时候啊，三件事情非常重要，这是印光法师说的。第一，善巧开刀安稳，令生正信。善巧开刀安稳，令这个亡人要生精进。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正确理解祖师大德的含义。有的很多人，你老是说这个临终的时候你就念佛就行了，得看情况。透过大家在其他那个段落里也已经讲到了，这个善巧的开刀安稳非常之重要。非常之重要，就和咱活着的人听闻经法没有什么两样。我在别处举过一个例子，也是个笑话，但是这个笑话如果真能发生的话，它就真这样。哪样呢？比方说，你光有慈悲心，想普度一切众生，我想度化一切众生来念佛，是吧？举这个例子，大家理解啊。如果明天早上你去市场上，看到了很多老太太在买菜。那么你就抓住了个老太太，你就说了，一抓住她，你就大娘啊，咱念佛吧。马上你这个大娘都吓了一跳，她认为你不正常了，孩子别瞎晃了，她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是不是？啥意思？她不懂念佛，不知道念佛有什么好处，不懂你叫她念佛干什么？假如说是我们提前给她讲，她知道轮回的痛苦。他知道西方极乐的路，他也知道阿弥陀佛的48愿，他也知道阿弥陀佛的那个结因缘王，你只要念他临终他就能来往生，他也知道当下我们就应该是积累这个往生的资粮，就应该念佛的话，你不用喊他自己在念着呢，是不是？那么你就发现了他在那买黄瓜，挑着黄瓜喊阿弥陀佛呢，啊，挑着西红柿喊阿弥陀佛呢，啊，阿弥陀佛给称上点，阿弥陀佛可别少给我，阿弥陀佛你这个柿子不错，啊，他在念着呢，你不想让他念也不可能，因为他知道念佛的好处了，怎样知道念佛的好处？就是善巧开刀安稳，他不管从谁那里知道的，
哎，对警察方面是个信心，对法方是个正确的指见，那么他就在做。所以三桥开刀安稳领神静心是非常必要的，非常必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圆融的正确的理解佛教含义，也应该知道古代高僧大德的一片悲心啊。这第一条，第一条就是三桥开刀安稳领神静心，心甘行嘛。第二呢，大家缓慢念佛，依住经念，依住经念，住他哪个经念？在这里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说，念阿弥陀佛的这个念头，叫这个亡人阿弥陀佛这个念头要提起来，念佛号这个经念要提起来，还有一个求生西方的这个愿望要提起来。这个正念、经念有这么两个含义。念头本来就是一种愿望，心愿行嘛，第一是心，第二还是个愿。第三呢，在这个第二当中，大家轮班念佛，缓慢念佛，依住经念，还是他那个念头，啊，他在心里默念，哪怕就是他也是在心持，就是说，这两条已经是心愿心居住了。第三，切记搬动哭泣，以防误事，这个就是来自于外境的一种障碍了。如果说家人搬动啊哭泣，可能就扰乱他的静心，搬动你可能是给他增加临命中的那种痛苦。这个头骨已经讲了啊。妈妈拿着喊凉，妈妈拿着喊凉，啊，那是非常不如法，非常不如法的，让不懂的人做的还大事情，江湖无大事情，是不是这个道理？是不是？你比方说，啊，有特殊人员上面来选宇航员的，这里，人情是从你们这个厅放的人，咱去选两个宇航员，让他开着上月球上逛圈，咱能选咱们吗？能选咱们吧，要选咱们把你飞那个宇宙飞船，你都吓得喵喵的叫，不知道在干什么，是吧？咱们做不了那个事情，因为不懂啊。我能一次三法一行决定可以消除宿业，增长净因，蒙佛接引，往生西方，这一句就不讲了。一得往生，则超凡入圣，了生脱死，渐渐进修，必至愿成佛果而后已，如此利益全仗眷属助念之力。大家在这里还要明确一个事情，明确一个什么事情，就是说往生和正果是两个概念。往生的目的是想到西方极乐世界，通过修行去圆满佛果，但是呢，说这个当生成就和这个当生往生是两个概念。净土法门当中的说这个当生成就，他这个生是很大的啊，两个含义。净土法门说这个当生成就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什么呢？我们这一生只要努力入法，临命中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作为净土法门的目的来讲，我们能够往生，这算满愿了，这叫净土法门的当生成就，这是第一个含义。第二个含义呢，就是你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在那边呢不迷糊，不再堕落，在那边不要管多长时间，再通过修行直至证得佛果。就等于说从现在开始一直没死，一直到佛成就佛果，这也叫当生成就，是净土方面的含义。实际上真正的那个佛教的那个当生成就的含义，还有它的解释方法。你比方说即身成佛，这个即身成就和能够往生是两个概念。即身成就是我这一生能够证果，能够证果，证果即为成就，圆满的成就是证圆满的佛果。说的成就它分两大类啊，一个就是证果了，可以不论转了，证圣果即为成就啊，还有一个呢，成就你是成就圆满的佛果。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他在经上说了，他说我今作佛乃往昔极也说之。我今作佛乃往昔极也说之是什么意思呢？释迦牟尼佛无量劫以来一直在修行，一直在种成佛之正因。到了释迦牟尼佛降生的那一年，那一生当中，他成就佛果，他那个佛果的显现是过去的业因的积累，懂这意思吧？但是早晚有一生要成佛，懂这意思吧？作为释迦牟尼佛来讲，他29年成就的佛果，是吧？他29年成就的佛果，等于说作为释迦牟尼佛来讲，释迦佛的那一生他成就佛果了。所以即身成就这个原理是讲得通的，这种可能也是有的。在经书上说，
这个一个龙女把自己那个龙珠献给佛，当下成佛，一生成就。藏传密教当中也是一生成就，这个呢原理是讲得通的。所以这个一生成就和那个往生差别极大，有的人正果在往生，有的人开悟在往生，有的人待业往生，有的人是无恶不作，临命中啊不错，遇到个善知识为他开始为他助念也能往生，但是差别极大。这差别有多大？先别说正果，就说九品莲台的话，我劝你们大家看一看《观无量寿佛经》，《观无量寿佛经》上那个事件，在这里举一个例子，不便展开，内容很多。上品上乘往生的时候，一去就是花不合，你坐到这个阿弥陀佛托了个紫金莲台上，就跟着阿弥陀佛与之生动，就刹那成就，一举头穷，啊，就去了。去了以后呢，一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一闻到光明宝铃，那个风啊，一吹那个光明宝铃，光明宝铃就燕说妙法，叮当一响，那叫燕说妙法，马上你就证得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就是不退转菩萨，就是七地八地以上菩萨，是相当高的一种高位。这是上品上人，下品下生呢，是你去了以后是十二大劫花上不开，十二大劫过后花才开，就包着你那个莲花呀，你在莲花里包着，十二大劫的花才开，不用怕，就出来了，花一开出来了，出来见了谁呢？见了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十二大劫是什么？谁知道？十二大劫是什么？劫数是表示时间的一个概念，一个长短。十二大劫多长呢？从人间这个角度来讲，十二大劫是161亿万年，多还多一点啊，胡萝卜劫，161亿万年，花开开的，这下品下生，上品上生花不合去了，不无生法忍了，不退转菩萨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差别极大。正果和往生差别也极大，同样叫往生，上品上生，每个品位不同，每个品位之间的那个差别也非常大。它主要的差别在观无量寿佛经当中是列举的什么呢？福德和智慧，他们的差别，福德和智慧的差别，就等于说正果造完的差别。你那个福德越圆满，智慧越圆满，越趋于佛果。成了佛以后是叫两部分，哪两部分？功德是具足的。智慧是具足的，具足无缺的，无碍的。那么功德和智慧统统圆满，就成为佛陀。功德和智慧越少，你离佛果越远，就是这个含义。第三是切记搬动苦气，以防无事。我能一次三法一行，决定可以消除宿业，增长精进，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一得往生，则超凡入圣，了生陀思，渐渐进修，必至愿成佛果而后已。如此利益，全仗眷属助念之力。能如此行，与父母则真孝。假如咱们这样做，咱们对自己的父母则为真孝，与兄弟姊妹则为真悌，与儿女则为真慈，与朋友与平人则为真义真惠，啊，得到不同的利益。你给你的儿女助念也是这样，给你的朋友助念也是这样，给你的父母助念也是这样，啊，让他们是对他们真有利益，就是这个含义。一次配自己之精银，其同人之形象，久而久之，河南湘西成丰富在。那个意思是，我们以主念的这种风气啊，我们以主念的这种形式啊，不但会向给亡人主亡人往生了脱，还能自己配置福报。我们念佛的过程当中，本来自己就得到了一种清净的功德嘛。再一个问题呢，我们这样做，其同人之形象能让很多人对佛教生信心，并久而久之，河南湘西成丰户，河南湘西成丰户就是头我说的那个了。我很想搞一个助念团，为什么呢？从现在开始搞个助念团，就开始谁死送谁，谁死送谁，助他一把，是不是非常容易？大家形成个风气了，甚至形成个民俗了，我们这里都知道了，谁死也是念佛。谁死也有人来送，形成个风俗了。到我死的时候，也有娃儿奶来送，是吧？非常的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高僧大德，苦口婆心。
因为一挑秤，殊不知令是物说时痛耳，就是引光法师一条一条的给写出来，一条一条的给解答了，啊，给说明了，告诉咱们，啊，不至于到临命终的时候我们物说时痛，不知道从何做起，因为死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底下他解释的这三大功要，解释的三大功要啊，第一，山桥开道安危，令生惊心者。啊，那个意思是什么是山？怎样才算是山桥开道安危，令生惊心呢？切劝病人放下一切，一心念佛。对他开刀啊，要简单，要入法，要对机，要让他听明白，生信心。就是说，劝他放下一切，一心念佛。陆有英交代的事，苏令交代。假如说你想有交代的事情，赶紧的说一说啊。不要藏那眼的，这个事情真有啊，真有。有很多这个老年人走了以后，他的孩子过了好几年才发现了他那东西啊。小房子里边存着，藏着存家里，这回事情也有啊。这事情早晚咱们修行人来讲，不必要挂碍，不必要挂碍，大胆交出来无所谓嘛。我这意思可不是叫你们交代啊，是说放下完了，放下执着啊。交代以后，便知之度外。交代以后，什么挂碍也没了，一心念佛了。记住啊，我今将随佛往生佛国，世间所有福乐眷属种种尘境，皆为障碍，只受祸害。以致不应生一念激烈之心，须知自己一念真性，本无有私。啊，所言此者，乃舍此身而又受别种之身耳。所谓的死，就是我们失去这个报身，而上别处去再受生。我们的目的，修行人的目的是舍此报身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化身，是这个意思啊。若不念佛，则随三个业力复受生于三个道中。如果是不念佛的话，是随的业力在轮转。所谓的轮转，六道轮回当中有三道和八道吗？那么你那个善业成熟的时候，善因成熟的时候，可能受生到善道，还是轮回当中的善道。那么你那个恶业成熟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个堕落到恶道啊，这是随业力而轮转的。底下他一个解释，我一个解释：善道即人天，人破天；恶道即畜生、恶鬼、地狱和修罗。啊，畜生、恶鬼和地狱。三善道、三恶道是一般的分法，在很多经典当中，都把这个大修罗也归结到不善趣，不善趣就是恶道。在这里为什么呢？修罗则一名善道，一名恶道。为什么呢？因为比修因干果，均结善恶加大故也。我们在受八关斋戒的时候，受八关斋戒的时候，虽然说八早受八戒的时候讲到了，受八关斋戒有什么好处呢？就能不多不善趣。不堕不善趣就是不堕恶趣，其中也包括了不堕落阿修罗道。为什么呢？咱解释的时候已经讲了，可以大家可以看看就行了。我记得是八万斋戒，八万斋戒还是菩萨戒？八万斋戒应该是有讲到啊。若当临命终时，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以此支撑念佛之心，必定感佛大发慈悲，清脆接引，令得往生。这个虔诚啊，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啊！切莫以我昔业力凡夫，何能以少时念佛便可出离生死，往生西方？不要怀疑，不要怀疑什么呢？特别是临命终时候，不要怀疑。你有这个疑心，就很难和佛菩萨相应。啊，不要怀疑什么？不要怀疑说，我是个业力凡夫，我是个普通凡人呀。那么我这一生当中做了很多恶业，念佛有少无余，少无功力，就是很少用功。啊，很难说有什么功夫境界。那么，我念佛求生西方，阿弥陀佛来接我吧。不要这样一心，好吧？当知佛大慈悲，即十恶无逆之集中罪人，临终地狱之相现一现。若有善知识，教以念佛，或念十声，或者一声，亦得蒙佛接引，往生西方。这个在经上有讲。观无量寿佛经当中啊，有一个下品下生，那上面说你造了无逆十恶的人呀，临命终的时候，地狱猛火现前，
非常痛苦，生起了极大的恐惧之心。那么由善知识给他开示的话，他发起了非常严重的忏悔之心啊，非常真切的求生之心啊。一念相应的话，由善知识开始，他也可以往生。往生到哪里？往生到下品下生了。这是观无量寿佛经当中讲的。但是你在无量寿经和观无量寿佛经才开始的时候，包括阿弥陀佛48大愿上讲到是啊，你愿意往生到我的佛国，临命终之时，那哪怕十年我也来接。他有这么一句话叫唯除无逆非妄正法，除非你做了无逆种罪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正确理解，做了无逆种罪的人临命终的时候正念不死，发起了严重的忏悔心和真切的求生之心，又有善知识所开示的话，有可能往生。这是说明这声佛号的功德不可思议，这也说明这个阿弥陀佛即十方诸佛如来不舍了一个众生的悲切心，并不是说我们在平时就可以做无逆种罪，就可以诽谤正法，是这个意思。因为无逆种罪这个恶业是极重的，诽谤的正法这个恶业是极重的，在经上是这样开始的。所以印光法师在讲这里的时候他说了，说犯了无逆种罪和诽谤了正法佛不介意，是说平常。如果说你也是犯了无逆种罪了还能够往生的话，是在临终的时候遇到特殊的外缘，遇到特殊的外缘，这是非常非常侥幸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不能拿着一种侥幸作为一种修行的目标，明白了意思吧？有很多人说不理解佛的正确含义，有很多人说师父啊，我们现在先不学了吧，很年轻啊，等你到老了话再念佛吧。我说很好，你这个想法非常好啊。升官发财和念佛修行往生两不误，现在是想升官发财啊，想贪于世间啊，还想往生，还想放不下世间的那种欲落。我就给他问他了，我说请问谁给你规定的你多大才算老？他不知道了，谁也没给他规定说他多大才算老。假如说佛说你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啊，80以上就算老，80以前是青壮年，80以上才死，才慢慢死，80以前统统不死，那个我80岁再念佛都不晚，保险不晚，是不是意思？可是你认为80才算老，79你能活到了吗？是吧？今天晚上喝了就躺到怪自己，正做了个好梦呢，飘飘的回不来了，还没念佛也没了。谁给你保证你多大才算老？是不是意思？所以说我们学佛一定要正确理念，没有正确理念就是把自己当空了。在这里一定要知道，所谓的十恶无逆这种人，即使往生也是下品，也是极长的时间都不得闻法，不能见佛，也没法起正果，并且他们的往生也有非常多这个先决条件。我们虽然保证在临走的时候一定有人在我们跟前的给我们助念，假如说临命终的时候有人在我们跟前的助念，那是过去是种的一种善根，一种福报和结的这种殊胜的佛缘。请问你们过去结过这种佛缘吗？谁都不敢保证，是不是？不要拿这种侥幸作为修行的一种手段。有很多人这下来大肆宣讲啊，无逆种罪也能往生，那你就做呗。佛说无逆种罪不能往生，对吧？可是在下品下生当中又体现了无逆种罪也有往生的这种例子而已，是那意思吧？是有宣传无逆种罪也能往生的，是吧？那就做呗，没办法。此种人念此几句上得往生，有何得意业力种念佛殊少而生异乎？须知我人本具真性与佛无二，我们的佛性与佛是无二无别的，但以火业深重不得受用，是因为我们的业力种障碍了我们没法受用这种自性当中本来具备的福德和这种功德，这种福报。今既归命于佛，汝子久负
乃是还我本有家乡七十分七十分外之事。现在我们闺蜜又复发成三宝了，就像那个孩子在外地的漂泊了好多年，受了好多好多的痛苦以后，那么回到家乡了，回归家乡了啊。有佛西法院，这个佛呀过去曾经发愿，若有众生问我名号，知其心乐，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哎，这是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当中的十八愿啊。一故一切众生临终发至诚心，念佛求生西方者，无一不垂死接引也，千万不可怀疑。不可怀疑也是个非常关键的一点，怀疑即是自误，其祸非小。假如你怀疑啊，就能障碍了我们的这种这个和佛法上的相应，障碍了我们自己。况离出苦世界生彼乐世界，是知己快意之事，当生欢喜心。我们从这里要死，只要是念佛的人就应该坚定不移哦，我们不是死，我们是活着去另外一个世界，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世界，所以不要害怕，不要恐惧，当生欢喜心。这个有一次在某一个地方打佛七，打佛七的时候就出现上非常多的一些笑话。为什么叫他个笑话，是说明我们没真正理解佛的含义。有一次打佛七，那么有的人就说了，我们打连续的打三个佛七，或者是连续的打七个佛七，按佛教经典上来讲，你就一定能往生。有一个老太太，她非常虔诚，安排好了一切一切，背了一个小包袱，和她的女儿抱头痛哭，啊，就上哪个地方打佛七去了。那个意思是我这一去可能就不回来了。她还敢去，非常虔诚，她不知道夜莺国宝成熟的时候，黎明中的时候，阿弥陀佛与诸神龙前来接引啊，并不是你打我们打佛七是为了提高功夫，而不是念完这七天佛就死了。他自己误认为我念完这几天佛，打完这三个佛七，就决定往生了，就那意思一定死了，就不得回来了。他把一切安顿好了，安顿好了以后和他的女儿抱头痛哭一场，他女儿也不知道，女儿不是个佛弟子，反正他妈这样来，他女儿也没法说，这事你说怎么说，他妈信佛，不能违背老人的意愿。他女儿痛苦，知道他妈一去不复返了，他妈也是背上个小包袱，啊，其他都舍给他的孩子们，上这来打佛七，打佛七就是打三个佛七，准备要走了。结果打了三个佛七，挺高兴，回去了，哈哈，没走了，因为夜莺国宝不成熟嘛，是吧？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种情况，这说明这个人也不真诚，这个例子是说明这个人不真诚。上面这个例子说明这个人没真心，他没真心，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他这个情况就说是，打佛七的时候，你就说，大家非常真诚啊，人很多，就说，阿弥陀佛来接我们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办？这是在打佛七过程当中，可能是有的师傅在这做着开始。假如说，就是师傅在激励他们的真切心嘛。假如说我们在打佛七的时候，阿弥陀佛来了接引我们了，我们能不能走？有一个老太太，第二天。背起包来跑了，他把真阿弥陀佛来接了，你这个人怎么办？真要是阿弥陀佛来接了，家里还有孩子了，还有孙子了，还养个小花猫了，等等等等。他第二天他背起包来跑了，他怕真难听阿弥陀佛来接你了。这是我们这个佛弟子非常可笑啊！这都是真事啊！我这些年来我碰到了很多笑话。千万不可怕死，怕死则人不能死。凡是了无生息之分，那个意思是你怕死本来就是一种妄念，这个妄念可能就长了你往生，就这含义。以自心与佛相违反故，佛尊具大慈悲，以无奈不以佛教之众生好。那个意思，佛虽然非常慈悲，啊，本愿非常真切，但是他拿着不听话的众生没办法，是这个意思吧？佛非常慈悲，他想接引一切众生，但是他对于不想往生的人没办法，他对于不听话的人没办法，他对于不按佛的教诲去做行持的人也没办法。因为这个佛教是讲因果的，你种了就得，不种就不收获，就是含义。阿弥陀佛，万德洪明，如大业红露，无人多生罪业，如空龙现学。
路空中偏虚啊，就是空中偏虚啊，就像下大雪一样，你抬头一望，这个漫空当中全是雪花，漫天当中全是雪花，空中偏虚嘛。从五十届以来，我们做了多少罪，就是数不过来了，很难数过来。如果下大雪，你整你抬眼望去，你想数过这个雪花有多少片儿的，那很难是吧？其中有一个皇帝叫朱元璋是吧？朱元璋的做事嘛，那个一片两片三四片，这第一句。第二句，五片六片七八片，第三句是，九片十片无数片，第四句没词了。其实一个大臣不能让他下不来台，这是握住万岁呀，皇帝嘛，可能是写的时候万多礼法都不限，一片两片三四片，最后那个词儿是万多礼法皆不限，是万多美法皆不限了。这万多美法皆不限，可能这这么一句了。那意思是梅花开了，但是一下雪，雪花和梅花混为一谈了，不知哪是梅花了，说明那种意境。他们那个朱元璋一片两片三四片，第一句是，第二句是，五片六片七八片，在那数开了，数不过来，数不过来啊，懂那意思吧？因为法师他很会举例子啊。夜里反复又念佛故，夜便消灭。路偏雪近于红路，即便了不可得。夜里反复，即使是你非常重的一个恶业的一个反复，只要你念佛，你就能消业。这个业便消灭。路偏雪近于红路，啥意思？如果你是个炼钢厂，如果你是个煤炉老大那个炉子，那个雪花飘下来的时候，进不到炉子跟前，它就化了，就这个意思。你只要是念佛就能消业，这个大家一定坚信不疑，这是法的不可思议，任何人念佛都能达到这种作用，起到这种作用。哑巴念佛也能消业，明白吧？哑巴念佛也能消业，大家一定要知道，在佛法上众生是平等的。为什么？众生佛性是平等的，对吧？这是经典上讲的，众生修佛法的权利是平等的，众生成佛的因缘也是平等的，只看你干不干。念上这一句阿弥陀佛，小的也是平等的，都叫无量无边，这含义啊。又况业力既小，所有善根自然增长殊胜。随着业力的消失，随着业障的清净，那么你的福报和智慧自然能上好开显，就是这个意思。有何可疑？其不得生，与佛不结因乎？所以说，不能怀疑你是不是能够往生，是不是佛来接引，所以不能怀疑哈。如此为须婉转开导，安慰病人自可生正信心。此系为病人所开导者，这是给病人开导的一个内容，这些内容必须要有，懂这意思吧？要叫他生正心，虔诚心念佛，懂这意思吧？这是第一条，三条开导安慰令生正心的内容。后边还有一点点也是关于第一条的啊。至于自己所应尽孝之诚者，亦为在此，就是说的这个主念的那个人了。且不可随顺俗情，求神问义。求神问义呀，说业因果报谁都没有办法，不是说烧两张纸你这个寿命就能延长的。很多佛弟子都不明白，而且都在做，所以我在这唠叨。今天的印光法师这个没唠叨这个一念，我去唠叨了一下，就展开了一下啊，在这不说了。求神问义是错误的，大明将军鬼神医药岂能令其不死乎？大明将军家里说阴阳国宝成熟了，马上要命中了，你给他吃山珍海味，你让大力鬼神来的看着他都白费了。即一情于此中无意之事，则于念佛一事便分其诚恳而莫有感同意。如果说这个心念动了这个心念忙这个事了，那么你念佛求成西方的心肯定会纷乱，肯定不支撑。许多人与父母临终不惜资财请许多医生来看，此名卖孝。好，印光法师非常厉害啊，很多人啊在父母临终的时候拿出来了很多钱财去找那个圣袍武汉，这个来看哪个来看，这叫卖孝，这叫卖孝，就是家里有钱啊。与世人称我与父母未能尽孝，那个意思让别人看看我是非常孝顺的，是吧？你看那妈病的时候我不是不管，我还找他拿个二大娘来个恰饭喽，
我还该找他范大爷来给他换了替身，我又再找哪个神婆来给他射了一波，让人家看看，看那孩子很孝，是不是啊？这个卖孝就是这意思啊，不知其天的鬼神，时间其心。这种人也是做给活人看的，做给街坊邻居看的。但是呢，天地鬼神知道他的发心，知道他的因果，就这个意思。罪不可欺的，头不是讲了个不欺暗示吗？不欺骗暗示，不欺骗佛菩萨。罪不可欺的是谁呀？知道？罪不可欺的是自己的良心，就是因果，明白吗？你想骗谁？你想对谁使坏？任何人可以不知道，佛菩萨可以不管你，你那个因果会显现的，是这意思吧？佛教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叫所作不施，为作不得。你一作不施，为作不得。你已经做了，不可能就找不到了，不可能没有。为作不得，你没种那个因，你想求那个果很难，太难了。故凡于父母、丧葬等事，过于张罗者，有不由天灾，必有人祸。过于张罗者，不能消业。为人子者，以注重于亲之身时得说，彼世俗所称颂，故不值得明眼人一身，况极易要求，以实力不孝之大咎祸。作为当那个小辈的啊，对自己的亲属啊，对自己的老的临命终的时候，要尽我们的真正大孝，真正大孝是让他安安稳稳的往生西方。第二，大家缓慢念佛，以助精念者。前已开导病人，令生正信，就是第一条，已经开导病人了，让他生正信了。然彼病人心力孱弱、羸弱，悟道平素，绝不念佛的人，不宜相继常念。即向来以念佛为师者，自此以权杖他人相助，方能得力。就这个人呀，临命中的这个人呀，你不要说平常他不用功的。就是平常非常用功的，到这个时候他也很难自己生发自己的那种道理，也得仰仗外人的、别人的这种助念才能行。一故家门眷属同应发孝顺慈悲之心，为其助念佛号。所以说这个建立一个佛化家庭非常管用。所谓的佛化家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营造一个大家共同修行佛法的一个环境，一个家庭环境。这样的话呢，你比方说大家都知道佛教正法，佛教的理论都知道临终怎么处理了，比方说我的孩子通通都知道了，甚至是我的徒弟通通都知道了，到我临死的时候，他们一定按这个如理如法的助念的那种程序啊来送我，不至于啊，不至于在这你推我丧，你说选谁呀、啊、选谁是接班人呀、啊、一故家中眷属通用发慈悲孝顺之心，为其助念佛号。若病尚未至将终，当分半年，应分三班，每班限定几人，头班出生年，二三班末迟，这是一个方法了。根据这个情况，如果这个人啊非常容易，他临走的时候啊并没有很大的病痛，正念不舍，一个的助念非常容易就引发他的正念。如果这个人也非常病得很严重，那么就是说我们给他助念的时候啊，也要注意一下方式，分三班论六年，这三班一班十几个人或者是二十几个人，看情况而定。分三班，头一班出生念的时候，二班三班随着默念，别大家都累了，是这样。当头一班累了进行默念的时候，二班再出生念，三班也可以跟他出生念，也可以默念，这样轮换进行，不至于劳累啊。每一念一个钟点，二班那个二班接念，头班三班默迟，就是念一个小时以后啊，二班出声念，头班和三班也跟着默念，也早上有那种共修的功德啊。若有小事，当以默迟事办，这班是断断不可走去。如果是你自己有什么小事情，或者是喝点水呀、啊，甚至出去方便一下，这个时候当轮到你默念的时候，你再出去，悄悄的，静静的。当你值班的时候，就是说出生年的那个班上的时候，你不要走动，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发心。二班念笔，三班接念，周而复始，念一钟点，写两钟点，这样的话就是念一个小时才能写两个小时，就是对于出生年来讲啊。诵经昼夜，一不慎辛苦，
即使是昼夜不停，也不非常的苦，非常的辛苦，非常的劳累。须知肯助人经验往生，以得人助念之报。假如我们现在就是刚才讲那个了，假如我们现在肯助人去那个助念，肯帮人助念往生的时候，形成这个风俗了，可能我们就中了一个什么因呢？当我们往生的时候，别人也给我们助念啊，得这种报。前面说是为父母尽孝应禄事，即为平人以配自己福田，长自己善根，是为自立之道，不图为人而已。要不要说是为自己父母来助念，就是你为你的平常导游甚至是不认识的人那个人去助念，在助念的过程当中也是激发了自己的菩提心，也是为别人助念，还是自立之道，就是这意思。成就一人往生净土，即是成就一众生作佛，这个非常清楚了，是吧？大家如果通过我们的助念成就这个人往生西方，就等于说成就一个人成佛了。此等功德何可思议，这种功德是不可思议的。三般相续，佛生不断，病人力能念则随之孝生念，不能念则舍而谛听，心无二念，自可与佛相应的。关于这个病人呢，如果他还能念，他就孝生或者默念，随着念。如果说他不能念了，在弥留之际不能念了呢，那么他光用耳来听舍心可以了。念佛声不可太高，高则伤气，难以持久；亦不可太低，以致病人听不清。你助念的时候就是不高不低，不快不慢，因这样能让这个病人更依靠你。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功德啊！太快则病人不能睡，即听也难明了；太慢则气接不上，也难得意。你非常慢，那个病人本来呼吸很急促，就呼吸很短促，你非常慢，他两气才给上你一句，那就不好了。所以我们大家一定掌握这种方法，那个时候一定要以病人的实际情况大体是这样的，不能以我们平常做客的时候或者特别快或者特别慢。特别快特别慢的时候，你自己做的时候可以，主念的时候是不利的。不高不低，不欢不急，字字分明，句句清楚，灵静者字字句句入耳惊心，让病人很容易得利益。念佛法器唯用殷勤，其他一切该不宜用。念主念的时候光用殷勤可以了，印光法师说过，其他这个法器就不必要用了，是这个意思。殷勤生情，停止令人心里清静。殷勤非常清脆，它是铜质啊，金属质，停止令人心里清静，沐浴生浊，故不宜用于临终助念。临终助念，你如果用沐浴的话，印光法师他那个意思呢，就是它生浊，不利于这个病人的这个清静心的摄持。因为法师是非常注意事项的，也得做事啊。有一念四字佛号，初期时念几句六字，以后转念阿弥陀佛四字，不念那么一字少一念，是这个意思。才开始的时候念那么阿弥陀佛，因为法师说了，平常修行的时候要念那么阿弥陀佛加那么，那么那么是归敬的意思，定力的意思啊，唯一的意思，以祈求救度的意思，是这个含义啊。为众病人助念的时候才开始用六字佛号，念一段时间可以转为四字。为什么四字佛号字数很少，易于舍持，而不是因为那么可以不要的，懂吗？而是把那么去掉，用四字的来助念的话，易于这个病人的念诵和正念的提起，而不是那么所欲的。大家一定要知道，以至少一年的缘故，因为那么去掉四个字儿，至少容易念，而不是说是那么是多余的。这个大家一定知道。病人或随之念，或舍心听，皆生心生力。家中眷属如此念，外亲善友亦如此念。眷属也要念，外边的你那些善友来的也可以叫他助念，也是这样的。人多人少均如此念，不管人多人少，都是这样做，这是一个法则，大家共同遵守的一种方法啊。不可一起念，歇歇又念。
那个意思是大家一块念，念上大家都累了，大家同时歇，大家同时休息了，那不好啊。指令病人佛念间断，就是让这个病人也念佛，这个念头啊间断了啊。落之反时当缓半时，五转佛称，吃饭的时候缓半轮流，休息的时候也可以缓半轮流，就是他目的是让佛号不断，大家又不至于非常辛苦。若病人将于断气儿以三般同念，直至气断以后又复分般念三念钟。如果这个病人马上要这个断气儿的时候，在关键的时候三门同时出声，我一起助念，这个力量也是很大的。断了气儿以后，大家怕累的时候再可以轮班再念，再给他念几个小时，再啊又复分般念三个钟点，然后你歇气，以便料理安置等事。当念佛时，不得令亲友来病人前闻讯语为，即感情来看，当非念佛若干时，是为真实情爱由于病人。念佛的时候，一定让他的亲属、好友、朋友等等来的时候啊，你不要来安慰他，不要来打扰他。你真正的想对这个病人好，也要来随着念佛，念完之后你就退回去。这样才是对这个病人的实际的利益啊，对这个病人真好才是这样。若用时间复兴，只是推人下海，其情虽可感，其实甚可痛。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老的临命中了，大家正念着佛，他的孩子为了这个舍不得老的这个走啊，先别说假心假意，就说那个真情实意来了。哎，你走了我怎么过啊？抱头痛哭，抱着摇晃，你可不能走啊！你能摇晃回来了吗？这样的话非常容易动他那个清净之心，可能他就往生不了啊，是这个意思。他说其情虽可感，你那种感情那种亲情是非常感人的，其实甚可悲啊，甚可痛啊，这种事引起来的后果是非常可痛，是非常可叹的，是这个意思。全在主事者明道理，与令人所知，以免一直有爱免情，即遗害病人有分心而不得往生。那个意思是在给人家处理这个事的时候，主持这个法事的那个人呀，必须把这个道理讲明，不但说给家人，还说给他的朋友，甚至在门口贴一个告示，你来探望不要紧，好，我们同时念佛看一眼，不要扑上去摇摇晃晃的。第三是切忌搬动哭泣，以防误事者。第三条是注意切忌搬动哭泣，来防备误大事啊。病人将终之时啊，正是凡生人鬼分判之际，一发千余要紧之际，只可以佛号开导必至神时，断断不可洗澡换衣或移寝处。这个时候不可以给他洗澡啊，不可以给他换衣服，不可以搬动啊，不可以乱摸看看哪里还热闹，这是要紧之际。多么要紧之际？是四大分离之时。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是犯人他的孩子们亲属朋友们生是念佛感得的西方三圣来接引的那个圣人，人鬼分判之际，人鬼分判之际，一个不好可能就堕落鬼道恶道，或有这个冤亲债主化现亲戚朋友来误导诱导他，有这种讲法吗？经常有啊。所以这个时候非常危险，一旦叫他失去正念，可能就堕落恶道啊，这个一定要知道。人必如何做我，只可水必之事，不可稍有移动。他怎么样我怎么样做，随便他，顺着他的姿势。不可对之生悲感想或者哭泣，在他面前大哭不止，非常悲痛。为什么呢？你让他生了贪恋之心，和头部举了个例子似的，他的小孙子就是好奇上一看，哎，他一看我死了，谁管他，谁给他做饭，你看他给他做饭去了，这真是了不起啊。临命中这一念相当关键，所以这个临终切要大家以后要多学，临终切要是一定要多学，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啊。一次是身不自主，一动则受足身体均受腰折扭裂之痛。他现在这个病人的身体不能自主，他自己没有头搬动的这种能力，不能自主了嘛。假如说我们搬动他，他就是感觉到非常之痛苦，这是经常讲的啊。痛则嗔心生而佛念息，
所以称心去，多多多嘞。假如他一生气一痛，他可能是生气了，你一般他一痛苦他就生气了，一生气他那个精念就失去了，嗔念就起来了，有可能这个时候马上就走了，走的时候是随着嗔心那个念头而走的，随着嗔念而走，一般上哪去？堕落堕落。堕落是什么？假如这个人做了恶业，应该堕落畜生道，那么畜生道也有好多种，他堕落哪一种呢？这个嗔恨心起的时候，临命终的时候堕落哪一种呢？蝎子非常毒，老虎、狮子非常凶残的那种，吃肉的凶残的那种，雄鹰，或者说是毒蛇。若见悲痛哭泣，则情爱心生，佛念便息矣。悲痛哭泣，情爱心生，就是贪恋。哎呀，我走了，孩子们怎么过？哎，就这种贪恋了。随情爱心去，一直生生世世不得解脱。随情爱心去，在轮转过程当中，有的组成家庭，就是还就是头那个例子了啊。这个大家正确理解，此事所最得意者，莫过于一心念佛，其他统统不管，一心念佛。这个举一个例子，玄奘法师临走的时候，他那弟子们啊，就有的哭泣了，那意思是我的师父走了，这个师父相当了不起啊，我的师父走了，我们舍不得，就哭泣了。玄奘法师一下子睁开眼。你给我出去了，把那个哭那个徒弟训出去了。你乱我正念，坏我大事啊！把他那个哭那个地方训出去了啊！真正的懂行的是不能哭泣。所最遗害者，莫过于妄动哭泣。最害这个对这个往生的人最不利的，就是来回的搬动他和哭泣这两种啊。若或妄动哭泣，只生嗔恨及情爱心，则欲生西方，万无益矣。啊，你搬动他，他生嗔恨心；你哭泣，他生挂碍心，那么他就很难生为西方。有人之将死，人呀、啊、将要死的时候啊，热气自下而上者，为朝生相。热气啊，咱们头回咱举那个例子，小狗的例子嘛，热气自下而上升者，为朝生之相，它会上升三三道。或者升天，或者往生。那个自上至下者为堕落相，所以有你那个丁生、炎天生、人心那个鬼夫、畜生、乞丐利、地狱搅拌处，这还是透过举到这个例子了啊。只说然果大家只成中年，则可知下往生西方，且不可屡屡探知。且不可屡屡探知，都是咱透过说的。老是摸他哪里凉了哪里热了，那是不行。以致肾实为力，因此或有刺激，心生烦痛，止不得往生。此之罪过，是为无量无边，愿诸亲友个个恳切念佛，不许堪比热气。后冷于何处呀？啊，堪比热气，摸摸哪里会冷啊？哪里？就这个意思啊。这种罪过是无量无边，你这样做的话，它是有很大的罪过。说你这样做的话，你这个中间实际就是。失败了，不是中间在杀生，在干扰。为人子者，与此留心，乃为真孝。就是作为晚辈啊，从这里多用心、多注意，就是真孝啊。若以世间重功肃清，即使不惜推亲以下迫害。如果你以世间重功肃清来处理这些事儿，就等于说你推你这个亲属下了苦海啊，你把你爸爸妈妈推堕落到苦海里，没有什么两样。为要一般无知无识者群相称赞，岂能尽孝也？那个意思是你只是赢得了一般那些不知道真相的人赞叹你。你看他孩子哭得真痛啊，他的孩子还是真舍不得他爸爸死了，因哭他就不死了。假如说因哭他就不死了的话，我们不组织助念团，我们组织个助哭团，哭把他哭回来是吧？哭那就生了就命，所以我们还是组织助念团的，我觉得合理哈。此小女与罗刹女之爱正同。经云：罗刹女世人曰，我爱汝，故视汝。这个罗刹是鬼道的一种，非常奸计伪猛。这个罗刹有个最大的特点，他逮住人，他吃人；妖刹也吃人，罗刹也吃人。
佛教的护法当中有罗刹也有药刹，这个罗刹女吃人，她是怎么吃人？她喜欢那个人，她逮住他，她说她先告诉你，她说啥呢？因为我特别喜欢你，所以我吃你，懂不？不展开了啊，在里边非常非常复杂啊，这一种情爱和宝宝，并无知之人只行孝人。令亲失落而得苦，其苦与罗刹女之爱人相同。假如不知道这样处理，没有政治见的人对自己的亲属的那种关爱啊，最终后果等于害了自己的亲人，和罗刹女这个因为爱人而吃人是一个道理，是不是？无所赐予非不近人情，因为他是英国法师很多文章他是写给某个人的信嘛，就是他写给人的信的时候，那个意思你别嫌我这个话唠叨，你别嫌我说的不近人情，说的难听啊。与人隔于世界上讲求，比起亡者亡生啊，存者得福。一岁小子贤孙，亲爱之一片学生，不觉其言之有思激烈也。真爱亲者，必能量之。真爱亲者，必能量之。就是那意思，我说的我话也好，不好听也好，但是这是个原则，你们愿意听不愿意听都无所谓，只要这样做，往往人会得到真实利益，活着的人。